第七个问题，老师说过，要真的下功夫，努力修炼，快的三五年，三到五年即可修完；再慢的十年时间即可。但是老师教的功法那么多，应该先哪些功法才能事半功倍啊？这个心要不得啊！这是一个偷懒的心啊！这个想着啊，偷偷懒也能成佛啊！ 这个所谓的辛苦三两年啊，逍遥亿万载，请问大家你们辛苦了吗？啊，这个师傅讲的辛苦，那是要闭关啊。你真正得法以后，你把每一步法，以前呢，熊老师教我的时候要求每一步法练四十九天的，聚灵法四十九天，七星灯法四十九天。 啊、哦，那么止观法四十九天，就是你真的辛苦三两年吗？问自己，像这种心态要不得。事半功倍啊、哦，三两年变成三两天，师傅行不行？啊、哦，我三两天，三两天你也不辛苦，啊、哦，所以我带大家去勾登谷，那么好的书圣的地方，谁在房间里不出来，天天在打坐了？没看到，很嗨呀！ 哎呀、啊，这个地方好！哎呀，这个地方漂亮，哈、啊，还是那个人心泛滥，啊，那也没辛苦啊，你也睡了三两天了吧？对不对？睡觉三两天就有，练功三两天就没有，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这种这种心态极其的可怕，偷懒耍滑，跟师傅讲条件，那修炼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啊。 六祖慧能这样的根基，他在三两年得法了，他也没有辛苦三两三两年，为什么？他辛苦了几个月，啊，在厨房里处米，对不对？什么叫这个辛苦？呃，这个三呃三两年逍遥一万载，就是你明心彻底明心见性的人，这辈子是逍遥自在的，所以说辛苦三两年。 是让大家明心见性，真明心见性了，你要命功的完成，就六祖这样的慧根的人，还需要练十五年，在山中练十五年，那是每天都练练十五年。像你们这样三天啊，这个晒网啊，一天都不打鱼，人家是三天晒网两天打鱼。 你们是三天晒网也从来不打鱼的人，你就想成佛，那不岂不可笑？你还你就想成道，岂不可笑？不要偷懒，要真正明了生死意义的人，从不偷懒，因为时间不够用。你们算算，你们还有多少年？像我一样年纪大的，啊，五十多岁了，再给你五十年，老天已经挺对你给够意思的。 你也走了一半了，五十年里面你刨掉睡觉吃饭一半没有了，你还有二十五年，二十五年里面你再偷懒一半，你还有十二年，十二年里面你懒懒散散还剩六年，说你就剩六年时间了，你你还在玩什么东西？达摩人家在静坐九年，释迦牟尼当时悟道之前静坐六年，在山中一动不动。 你老人家就想贪图便宜，我可没这个种便宜。啊。这门心法有什么窍诀，有什么那个基础部分的东西一定要练，指关这是必须要练，六字气诀必须要练。为什么？那指关是你转换思维模式啊，是不要你再用反复思维模式进去明性见性的开关啊，你不要练。 你偷懒，你直接想从高级练，那你不可能成就的，因为一假一切假，主杀成犯啊！你不把思维转意识转到第九意识的妙用，你这一辈子再努力，一大繁复啊开什么玩笑啊！你没有转换思维模式啊！你还一动脑一起心就是前八十里的东西。我刚才讲了，你在每天的工作中都要用第九意识工作的。 你们赚做到了吗？没有做到，还在用凡夫心在工作、在教学、在传道，那你不是染污大众？为什么一个传法师实在是宝贝？一个师父训练出一个传法师，那简直是捡到宝了。我这个教学这么多年，一个都不称职，没有一个是我培养的弘法师的传法师不称职。 你都是在用第第第八意识之内的东西，没一个转到第九意识去使用的。你在传什么法？你不是自己都不会用，你不是在污染人家大众？你是一堆沙子，你就叫人家拿着沙子去煮饭，练功法有什么用？思维意识不转，你自己的主观还在那作用，你怎么去带别人进去第九真实里面呢？ 说是不要说师傅不慈悲啊！这个这么多年都不让我们登台，这么多年都不放心让我们教学。你自问你自己称职吗？你转了吗？你用第九了？你用着你自己小脑袋在那钻营，左思右想前思后想，算计来算计去，你哪里配做一个什么教练？哪里配做一个什么老师？工作人员也是，那么多人来，你们转了吗？ 你没有转，你没有转，你不是也在染污人家？你在道场里工作，但是你还是自己不肯转换自己的八十用第九意识服务大众，你不是也在染污人家？所以大家要知道，一个师傅找徒弟特别难啊，不是徒弟找师傅难，是师傅找到一个徒弟是很难很难的，不太容易。 啊，我现在都还没遇到我要找的徒弟，虽然有一些挂名，但是都不称职，都不是我要栽培的人。这也是让你们惊醒啊！一群凡夫，一群贪着这个世间享受的人，在弘道，太可怕了。最后会把这个道埋没了，把这个道搞歪了。所以这种心态绝对不可以有。师傅教的方法，释迦牟尼讲。 法门无量誓愿求，那你至于说每个人在什么地方开悟，那是他的机缘。但是基础你必须要修炼，也就学会着转识成智，这个是必须的基础功夫。也就是你不转，你不转，你还是一大反复。你想啪有一天你就成佛了，你就不你就成佛这是魔鬼，这是魔鬼在骗你，说是基础要扎牢。 基础要占了。等于说后面有一些人，啊、呃，你们这个我已经开讲六年多了，你们进来学习，未必要从基础开始，也就是从老师最新讲的课开始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这叫应机。在这个时间，在这个空间，师傅开的新课，它就是运营着这个时空所开启的课程。比方说我们春节前后。 就莫名其妙的开启了忍气吞声法的教学，啊，这个还有其他的几个方法的教学，呃，孔雀明王本尊法，孔雀明王本尊法在我们当下这个世界只有老师在教，啊，那其他都是学的事业部的，就是呃、啊、做孔雀明王法会、诵经、做仪轨，都是事业部的，行部的都不见传，但是本尊法。 那么为什么师傅们让这个时空点赶紧教？因为这个时空进入梗子了，新的六十甲子，整个人的灵性要觉醒，你们要去护场，要去解救他们，而不要被邪魔外道把他们引导到邪魔上去了，啊，引导到外道上去了。所以是希望更多的孔雀小孔雀明王成就护持这个世间，啊，忍气吞声法。 那么最近这个科学家解释，只要你的鼻孔不干，喉咙不干，武汉瘟疫的病毒是进不去你体内的。啊，这我才知道哦，原来年前这个师父让传忍气吞声，啊，这本身是三喜一护宴在高级功法里使用的，啊，那么最近又传出了雷法啊，这个钢斗法，啊，四象护身法，啊，四灵护体法。 说这是叫应季，说这个说哎不要我，我还没学一年级的，我还没学那个前面的，我就不要学这个了。你凑齐十元，凑齐十元。说后期我们为什么开启这个 VIP 的一个窗口给大家，一个通道给大家，就是去掉这个障碍，不是说你上来一定要学一年级、二年级。你是 VIP 了，老师之前六年讲的课程。 现在讲的新课程，无论多么高级，你都有资格进去听、进去学、进去练，这就应机就破了对大家的一个束缚。六祖慧能大师去五祖那求道，他有没有按基础、初级、中级、高级这个方法走啊？没有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弘道、我们学道，不必要局限于世间法的，一定是次第修炼。 一定先把十万八千个大头扣完了，扣完了，你老人家也进棺材了，啊！把什么什么多少个经咒、百字名念上多少遍，念完了，那些是在寺院里学的。寺院里是一定啊，你没有世间的事儿，你必须要按照那个仪轨去做。呃，从前行、加行做，因为你没事儿，你干什么？你坐在那凡夫，你不参加社会建设。 你不为家庭负责任，你不为父母负责任，你不为兄弟姐妹负责任，你不为这个社会做贡献，那你就要求出离，你要成佛，那你就不能浪费施主的一粒米，你就应该这样去做。说大家现在都拿着寺院里的教学来套用世间菩萨道的教学，这是极端错误的一个教学方法。 大菩萨们都有孩子要养，有爹娘要养，有工作要做，哪有时间去做成这？你不做成这个，你就不能教其他的，你这不害死这些大菩萨？所以我们的教学体系一破常态，啊，这个责任我自己负，允许你们从高级直接切入，从现实的老师讲的应机课程直接切入。说你做 VIP 以后。 十年，你算一笔账，你节约一大笔的呃修学经费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就是你可以从任意的一个切入点切入，因为我都把大家当六组对待啊，你不需要从这个我之前的学习中开始的，但是你要从这个中间切入，悟了前面的基础命宫的基础。 一定要学六字气诀，是每天给你排毒用的。呼吸法、六字气诀、排毒呼吸法是每天要练的。早晨醒了，六字气练一遍；晚上睡觉前，六字气练一遍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功法，大家不练不用，反倒不停的吃药，不停的看医生，不停的求窍诀。师傅，我又不行啦，你帮帮我吧。 你倒是把体内五脏里的那个阴释放出去啊！就一个呼吸法吗？所以说前面的聚灵七星灯，啊，这个练经络的方法、灵动的方法、练身外身出神的方法，这些你都倒回去练，就是在学现在的课程的前提下，然后抽空把前面没学的补回来。我们现在有电子教学、DVD 教学。 啊，多种这个教学方法。我曾经听过几个法王的课程，啊，不让你录音，不让你没有 DVD 给你的，你就现场学多少就是多少，也没有课本给你的，很可怜的。你记不住就拉倒了。我们这多慈悲啊，这个又是 DVD，又是电子平台，无限次数的进去学习。 啊，这养成你们一个坏毛病，就是不记啊，什么东西都将来去看看 DVD 了账。啊，我也感触，也可能这种教学方法害了你们啊。下次我们是不是上完课拉倒，什么都没有？啊，那就非得把它记住了啊。所以是大家要重视呢，啊，不要偷懒。老师教的什么课程都是最重要的。有的人可能从只观人家就开悟了。 有的人可能从金刚洒脱法就开悟了，每个人的开悟起点都是不一样的。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呢，你就要注意，不要有投机取巧的心。没有用的东西，师傅是不教的，啊。至于说什么对你有用，那你自己去相应。说我练这个最快，啊，进步最快，这个开悟的觉知、智慧永远，那你就从那儿开始，我不反对。 啊，但是所有的次第的安利，最后都要把它练完，特别是发菩提心、发出离心，啊，十相菩提心的修炼，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循序渐进，可以从我现在教的高级课程切入，没有问题，很好。但是真正的要，呃，深入去，就是要扎扎实实，把每一层楼都把它盖好。 啊，所以说我跟师傅熊老师呢，我切入是他的师资班，相当于我们的三年级课程。当时我猛叉叉的闯进去他的班，啊，那后来呢，我一看遇到宝了，我把他所有的书都买光了啊！你有什么书？有答疑的，有什么？那个时候师傅都是小印刷厂印的，质量很糟糕的，啊，但是不是买漂亮书，是买有用的内容，我都买了，买了以后。 在我们那个年代，也没有时间天天听师傅在网上讲，没有因 e 奈嘛那个时代，对不对？那只有看书，也没什么 DVD 啊，就是看书。那么有一些师傅做成做成那个录音卡带，你们还知道那个放录音的那个那个卡带，我们就跟着那个学，跟着那个学啊，没有这样的条件。那现在条件太好了，大家都被这个。 网上其他的东西吸引了，没有好好的深入的学习，是很可惜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当时的修学条件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我也把师傅原来的基础初级的功法都练完了，啊，都练成了，所以后来现在才能教你们，不然我不会，我怎么能够指导你们，怎么去教学？说我们这些人将来都要做大菩萨，除了自己成就，还要度众生的，还要去教学的。 说你们就要按部就班的，老老实实的把师傅所教学的内容，啊，已经开启的功法，啊，没练过的都要把它练成，不可以偷懒。